韩魏赵灭之国，分其地，三晋强。注所引按近年，智伯灭在成功二年也。十五年，孝公卒，成功立。成功十六年卒，闵公立。闵公三十一年卒，离公立。是岁，三晋列为诸侯。注所引按近年，成功明载。注所引年表作离侯庄。徐广云亦无庄字。按晏师年纪及其君名，表言庄者衍字也。注所引按近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，简公历十三年儿。PG 七百九十八。三晋令亦为诸侯，与此不同。离公三十年，伐败其于陵营。离公卒，桓公立。桓公十一年卒，文公立。是岁，秦献公卒。秦亦强。注所引陵营，地名。亦云陵，地名。于陵地立营，故曰陵营也。注所引纪年作简公四十五年卒，望也。按上简公身献公，则此当是离，但纪年又误耳。注所引纪本以上文公为闵公，则闵与闵同耳。上义公之父是文公。文公十九年，齐威王卒。二十八年，苏秦使来见，说文公。文公与车马金帛以至赵，赵素侯用之。因曰六国，为从长。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。助阵亦从，卒从反。长丁杖反。二十九年，文公卒，太子立，是为义王。义王初立，齐宣王因宴丧伐我，取时辰，苏秦说齐，使复归宴时辰。十年，燕君为王。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，聚诸。乃说王使其为反前，欲以乱齐。义王历十二年卒，子燕怪立。注所引君即义王也。言君初以十年即称王也。上言义王者，义是也，后追叔是耳。注即解孙子兵法曰，反贤者，因敌贤而用之者也。凡君之所欲急，臣之所欲攻，人之所欲杀，必先知其首将左右。业者，门者，设人之姓名，令无贤必所敌贤之来贤我者，因而力导舍之，故反贤可得用也。正义使因所立反，贤因既献反。燕怪既立，其人杀苏秦。苏秦之在燕，与其相子之为婚。PG 七百九十九。而苏代与子之交，即苏秦死，而其宣王复用苏代。燕怪三年。与楚三晋攻秦，不胜而还。子之相厌，贵重主断。苏代为其始于燕，燕王问曰：“齐王昔如？”对曰：“必不罢。”燕王曰：“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
苏代欲以积燕王矣，尊子之也。于是燕王大幸子之，子之因移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。著所引案《战国策》曰：子之使苏代是置子于齐，齐时代报燕是也。著正义赞云：秦以一义为一经。孟康云：二十四两曰义。陆毛受贵燕王，不如以国让相子之，人之谓尧贤者，以其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。今王以国让于子之，子之必不敢受，是王与尧同行也。燕王因属国于子之，子之大众。或曰：与见义，以而以其人为利，及老而以其人为不足，任乎天下，传之于义，义而起。与交党公义，夺之。天下未与民传天下于义，以而时令其自取之。今王言属国于子之，而立无非太子人者，是民属子之儿，时太子用事也。王应收应自三百十吏以上而孝之子之。子之难念行王事，而怪老不听政，故为臣，国事皆决于子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作错毛。又曰：甘霖献本名错，所引春秋后语错毛兽，又韩子作憨兽。注所引大众位尊贵也。注所引按以配义则义以是伯义而今传无其文，未知所由。或曰以与忠辞。著所引人有臣也，未以其臣为义利。 PG 800。著所引此人亦训臣也。著所引郑玄于教臣也，以应臣与子之。著所引故有反也，言怪反为子之臣也。有本作愿者非。三年，国大乱，百姓动恐。将军士备与太子平谋将公子之。诸将谓其敏王曰：因而复之，破燕必矣。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：寡人闻太子之意，将废私而立公，弑君。臣之意，民父子之位。寡人之国小，不足以为先后。虽然，则为太子所以令之。太子因要党俱息，将军弑废为公公。公子之不可。将军士备及百姓反攻太子平，将军士备死以殉。因构南蜀越，死者数万，昔人动恐，百姓离志。孟可谓其王曰：今拔燕，此文武之时，不可失也。王因令张子将武都之兵以阴北的之西以伐燕，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，燕军怪死，其大胜。燕子之亡二年，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。一零著所引动阴通痛也。
恐惧也。助正一人姓名，助正一赤阴赤，助正一先后并去生，助所引为如武王成文王之夜伐纣之时，然此语与孟子不同也。助即解张子其人见孟子所引案，孟子云张子其人，助所引五都其也，按临淄是五都之一也，助所引北的其之北边也。助即解徐广曰，年表云君怪及太子襄子之皆死，因 PG801 按即一纪年曰，其人秦子之而海其身也。注即解徐广曰，怪历七年而死，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，所引案上闻太子平谋公子之，而年表又云君怪及太子襄子之皆死，纪年又云子之杀公子平，今此闻云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，则年表纪年为六也。而赵系家云武陵王文燕乱，赵公子执于韩，立以为燕王，使乐池送之，裴英亦以此系家无赵宋公子执之事，当是尧立执而送之，事尽不救，则昭王明平非执明矣。进退参详，是年表记物，而纪年因之而妄说耳。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，卑身后必以昭贤者。谓郭葵曰，其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，孤及之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。然臣的贤士以共国，以雪先望之耻，孤之怨也。先生是可者，得生视之。郭葵曰，王必欲治世，先从葵始，况贤于葵者，岂远千里哉？于是昭王为葵改助攻而失视之。乐毅自谓往邹，偃自齐往，巨星自赵往，是真屈燕。燕王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。二十八年，燕国因父士卒乐毅侵战，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，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。齐兵败，闵王出亡于外，燕兵独追北，入至临淄，进取其宝，烧其宫室宗庙。其臣之部下者，独为僚、举、即墨，其余皆属燕。六岁，著所引案于篇及《战国策》并无。僚，字昭王三十三年卒，子惠王立。惠王为太子时，与乐毅有隙，即即位，一意使其节代将。乐毅王走赵，其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，其节死，燕兵已归，其西复得其故城。闵王死于沮，乃立其子为襄王。惠王七年卒，韩、魏、楚共伐燕。燕武成王立。PG802。注所引案：赵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，燕襄城安军公孙操，是齐王，乐兹以为惠王也。徐广按年表，是年燕武成王元年。
五臣惠王子，则惠王为臣安君是民矣。此不言者，晏远惠不告，或太史公之说书也。武成王七年，齐田单伐我，伐中梁。十三年，秦败赵于长，平四十余万。十四年，武成王卒，子孝王立。孝王元年，秦为邯郸者解去。三年卒，子荆王喜立。著所引荆王游京上也。有作令者，非也，按事法无令也。荆王喜四年，秦昭王卒。燕王命相立父曰欢赵，以五百金为赵王酒。还报燕王曰：赵王壮者皆死长平，其孤未壮，可伐也。王赵昌国君乐贤问之，对曰：赵四战之国，其民其兵，不可伐。王曰：吾以五而伐一。对曰：不可。燕王怒，于臣皆以为可。卒起二军，车两千乘，立父将而公号，亲秦公代。唯独大夫将徐谓燕王曰：与人通关约交，以五百金以人之王，使者报而反攻之，不降，兵无成功。燕王不听，自将偏军随之。将徐以燕王受旨之曰：王必无自往，往无成功，王踏之以足。将徐泣曰：臣非以自为为王也。燕军至宋子，赵使廉颇将，即破立父于好。乐臣破亲秦，乐臣于代，乐贤分赵，廉颇逐之五百，于礼为齐国。燕人请和，赵人不许，必令将渠处和。燕相将渠以处和，赵听将渠，解燕为助阵义。赵东临燕，西接秦境，南挫韩魏，北连胡莫，故燕四战。PG 803。著所引谓以五人而伐一人。著即解徐广曰：在长山，今曰高邑。所引邹氏因火，各反亦因好。著所引战国策曰：廉颇以二十万欲立父于号，乐臣以五万欲援秦于代，燕人大败，不同也。正义今代周也。战国策云：廉颇以二十万欲立父于号，乐臣以五万欲庆秦于代，燕人大败，与此不同也。著所引人民姓也。亦云上亲秦，即此将取者亲将皆官也，秦取民也。国使便闻而书，遂失信也。战国策云：原秦原是信也，亲是其官耳。著即解徐广曰：蜀巨鹿。著即解以将渠为相，所引谓欲令将渠处之使何也。六年，秦灭东西周，至三川郡。七年，秦拔赵于次三十。七成，秦至大原郡。九年，秦王政初即位，
十年，赵使廉颇将公樊阳拔之。赵孝成王卒，道襄王立。使乐成待廉颇，廉颇不听，攻乐成。乐成走，廉颇奔大梁。十二年，赵使李牧攻燕，拔五岁，方臣。巨星故居赵，与庞暖善，以而王走燕。燕见赵数困于秦，而廉颇去，令庞暖将也，欲因赵必攻之。问巨星，星曰：“庞暖亦与尔。”燕使巨星将及赵，赵使庞暖及之，取燕军耳。万杀巨星，秦拔魏二十城，至东郡。十九年，秦拔赵之邺九城。赵道襄王卒。二十三年，太子丹执于秦，王归邺。二十五年，秦鲁灭韩王安，至颍川郡。二十七年，秦鲁赵王迁，灭赵。赵公子家自立为代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蜀魏郡。PG 八百零四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蜀和贤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蜀涿有都抗亭。注所引暖阴旷远返。注镇义襄州邺县也。燕见秦且灭六国，秦兵临易水，或且至燕。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，使今可献都抗地图于秦，因袭刺秦王。秦王决杀科，使将军王翦及燕。二十九年，秦公拔我蓟，燕王王喜居辽东，斩丹以献秦。三十年，秦灭魏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出涿郡故安也。注所引徐广于涿有都抗亭，地理治属广阳。然都抗之田在燕东，甚良沃，欲献秦，故化其图而献燕。三十三年，秦拔辽东，鲁燕王喜，卒灭燕。是岁，秦将望奔义鲁代王家。助镇义奔因奔王翦子。太史公曰：赵公是可畏人矣，甘棠且思之，况其人乎？燕北外扩蛮河，内挫其境，其区强国之贤，最为弱小，己灭者数矣。然社稷写实者八九百岁，虞姬信独后亡，岂非赵公之列邪？注所以错交杂也。又作错刘氏云真莫反，所引数赞赵国作乡分闪而至，人会其德，甘棠士思庄宋霸主会罗宠姬，文公从赵苏秦逞辞，一王出力其宣我妻，燕怪无道禅位子之，昭王呆事私报临淄，都抗不久，促见山移。 PG 八百零五。史记卷三十五。世家五管蔡世家。管叔先蔡叔度者，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。武王同母兄弟十人。母曰太姒，文王正妃也。其长子曰伯邑考，
四曰武。王发，四曰管叔鲜，四曰周公旦，四曰蔡叔度，四曰曹叔振铎，四曰陈叔武，四曰霍叔处，四曰康叔封，四曰瓜季载。瓜季载最少，同母坤第十人，为发旦贤，左右辅文王。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，及文王崩而发立，是为武王。伯邑考既以前卒矣，助正义应先，扩地至于郑州管城县，今州外城及管国城也，是叔先所封国也。助正义国语云：曾二国，四姓，夏禹之后，太姒之家。太姒，文王之妃，武王之母。列女传云：太姒者，武王之母，禹后四世之女也。在河之阳，在位之巳，人而名道。文王加之，亲迎于魏，造周为梁。即入太姒司妹太姜太任，但系勤劳，以尽妇道。太姒号曰文母。文王里外，文母至内。太姒身实难，教诲自少及长，未尝见邪僻之事，言常以正道持之也。助正义扩地至于在蒲州雷泽县东南九十一里，汉城阳县古城国，姬姓之国，其后迁于城之阳。PG 八百零六。助正义处，昌不反，扩地至于晋州或义县本汉治县也。政权助周礼云：或山在治，本春秋时或伯国地。助所引孔安国曰：康，姬内国名，的确书字也。封书名。助所引瓜，国也。载，名也。季，字也。瓜，或作三。按国语曰：瓜由正姬。贾回曰：文王子柳季之国也。庄十八年，楚武王克权，迁于三处。杜预云：三处，楚地南郡边，现有三口城，柳与三皆因奴干反。正义瓜因奴干反，或作三因同瓜国名也。记载人名也。伯邑考罪长，所以家伯。诸中子贤言书以载最少，故言记载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文王之子为侯者，时有六国。助正义左右并去身，武王以克殷纣，平天下，封功臣昆帝。于是封叔鲜于管，封叔度于蔡，二人相纣子武根禄父，至殷移民。封叔旦于鲁而相周，为周公。封叔振铎于曹，封叔武于陈，封叔楚于霍。康叔封瓜季载皆少，未得封。注集解杜预曰：管在荥阳今县东北。注集解释本曰：居上蔡。注所引按春秋乙五年，魏师入城。杜预曰：东平冈，复县有城乡。
后汉据国志以为成本国。右弟李治领丘县南有陈不成。应少于武王封地记载于陈，是古之陈邑，应众远。物云记载封耳。住所引春秋丙元年静夜卧。地理至河东至县，或泰山在东北，是或书之所封。